这么拉轰的特效真的是太酷了，据说他是要伤害有特效，要特效有特效。那本期就来详细测评解读一下新植物电能藤蔓一到五阶属性，大家赶紧三连上车吧。电能藤蔓也是移植国际服的植物，估计在双人模式里获取，在游戏里属于金卡，阳光消耗150，种植冷却5秒，基础生命值300，基础攻击力20，攻击间隔0.5秒，职业是远程，标签是输出支援闪电控场，攻击范围单行单体打击。它是属于辅助植物，一阶基础能力有3种战斗模式，第一种就是最基础的种植模式，可以种在其他植物上，而且不能单独种植。第二种普通攻击，它会举起头顶的2个触角相交产生电流，然后发射一颗蓝色电流子弹攻击僵尸，这个攻击频率还挺快。第三种强化攻击，当相邻位置存在电能藤蔓时会进入强化状态，强化状态下的颜色从深蓝色变成类似天青色，没错，就是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的那个颜色。而且强化后每轮可以发射3枚子弹，相当于3个普通电鳗释放子弹。然后是二阶，攻击力上升，特性超级充能，电能藤蔓有5%的概率发射一枚特殊子弹，发射后会为上方的电系植物增加强化效果，在强化效果下的植物周围有橙色光波，它的下一次普攻会发射2枚子弹，这个特殊子弹颜色做了区隔，变成了橙色子弹，强化形式还挺好，就是概率感人，只有5%，还好发射子弹频率够高，不然纯属鸡肋。接着是三阶，攻击力再次上升，特性强化充能，强化发射特殊子弹的概率从5%提升到10%。到了四阶，攻击力持续上升，特性能力觉醒，种植时有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自身发生一次5×5范围的脉冲爆炸，并向右侧扇形范围内发射数十枚蓝色电力子弹。哦，需要注意，脉冲爆炸会使范围内所有机械僵尸瘫痪5秒。然后，如果是在强化状态下，电能藤蔓可以发射3轮子弹。装扮是一个眼镜，感觉拓维特别喜欢拿眼镜当装扮。装扮效果，大招发射的电力子弹变为可穿透的电力子弹。目前没有装扮，无法测试能穿透多少个僵尸，也无法测试能否穿透障碍物。最后是五阶，攻击力达到顶峰，特性麻痹子弹，每进行2轮攻击后，下一轮攻击会额外发出一枚紫色的麻痹子弹，对击中的敌人造成0.5秒麻痹。最后来测试一下他的实战辅助能力，来看看不加藤蔓和加藤蔓差距会有多大吧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